要尽快让白爵喜欢上你，堂堂正正地迎娶你。只有做了苍穹之境真正的女主人，对你才是最有利的。只能如此了，待本君杀了天启白爵，再恢复仙族之身。属下听闻，白爵真神已忘了前尘往事，并不记得青木氏为何人。是真不记得了，还是装不记得？他分裂本源，又沉睡六万载，甫一醒来便与天后大战一场，肯定是伤了神识。是真是假，待本君一试便知。天后，大殿下已在结界外等候多时。此番多亏有你，救我于危难之际。天后言重了，这些都是奉你应该做的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二人行事皆要如履薄冰。我坠魔之事得烂在肚子里。属下明白。女儿知道母神今日要来，特求神尊令琼花仙子绽放了百花，只等母神观赏。昭儿，白爵当真不记得青木之事呢？应是不记得了，不然他也不会待我如此。待你极好。嗯，现在唯有我是神尊身边最为亲近之人，长渊殿的大小事务也都由我打理。可白爵从来不近女色，为何待你不同？莫不是在骗你？母神慎言。你是否清楚你心里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母神，昭儿只求能待在神尊身边，日日相伴，便已知足了。光是知足可不行，你还要让他给你应有的名分。此事急不得，要尽快让白爵喜欢上你，堂堂正正地迎娶你。只有做了苍穹之境真正的女主人，对你才是最有利的。嗯，母神放心，昭儿在苍穹之境的这段日子也算看明白了，唯有真神之尊才是天地贵极。好孩子，你这副神情颇有几分为娘初掌朝圣殿时的威仪。